今天呢，给一个客户啊，安装了一个两个水龙头，这一款呢是厨房间的，他说这一款呢不大好，现在都推拉式的啊，好，推拉式的跟他干换好了，这个小伙子呢马上结婚了啊，干换要好一点的，好，这一点完成了啊，现在大家都流行这一款推拉式的，又带喷头的，挺好，好。这一款呢，观看好了，还有一根洗涤盆，洗涤盆的底下呢，它都是赠送的这款产品，这一款产品呢，你也不得用啊。你看见这个是锌合金的，锌合金的最麻烦了啊。这个小伙子呢，买来了，在网上买来，还是一款品牌的啊，全铜的。看见啊，两样一对比，这个颜色都不同啊。那个是锌合金的，你看看这个蓝管呢，一弄就瘪掉了，这个呢。要是有人在家再过一两年，就啪嗒一下子就会断裂，那个就水门金山了啊！看看他的管子也挺好，我们把它装上去啊。所以买的时候千万不要给商家忽悠了，赠送给你的，那都是没用的东西啊！装好了啊，大家试一下，开锤，这款龙头呢，就是我这个嘴巴也太长了，嘿嘿，还好吧，还好用啊，行了啊。这两单呢就结束了。